拉后最怀念婆婆做的鱼香肉丝。首先把鸡胸肉切成丝，加一勺料酒，一个蛋清，88粒盐，一勺淀粉，用左手搅拌均匀，再来调一个鱼香料汁。配料我都打在了屏幕上，你们记得点赞收藏好。葱花、适量盐、生抽揉成面团，取一小块做成饼。葱花爆香，加两个西红柿不漏勺，让小哥打均匀漏下。胡萝卜、莲藕、腊肠和一个洋柿子，饭菜一锅出，馋哭隔壁老王啊。告诉你哦，以后你首先把五花肉煎至两面金黄出油是重点，再加个空鸡蛋，一瓶快过期啤酒做的卤肉，整栋楼都能闻到香味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想吃蛋糕再也不用出。以后你要是想吃炸带鱼，就像我这样做，外酥里嫩，放凉了也不回软。每天不重样，早起添能量。豆腐这样做，隔壁老王天天来我家吃。六成油温下锅，小火。我们喜欢拿来蘸白水菜吃。到碗里放凉就成草莓果冻，香甜可口。倒入碗里放凉就成草莓牛奶布丁啦，香甜可口，孩子超级喜欢。